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韦利安或者继续留喺阿仙奴。据全市场网报道，由于冇球队报价韦利安，韦利安可能继续留喺阿仙奴效力。报道称，就算上赛季表现并唔系好亮眼，但系韦利安依然可能继续留喺阿仙奴效力，同其他球队嘅众多冗员相比。韦利安的情况是类似的，因为他是750万欧元的年薪是属于太高了。另外考虑到韦利安和阿仙奴还有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，这个可能令到韦利安在合同期满之前都要留在阿仙奴了。因此韦利安可能继续为阿仙奴效力，并且争取稳返在车路士效力时期的状态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